啊。也来问问您这个问题。2000年生的，然后属龙。2011年。2000年。多少？2005年生的，属龙。00。啊，2000年，要那个脾气比我还大。哎呀，2000年属龙的是吧？我看看你这条龙啊。哎呀，读书不用功，对不对呀？这条龙啊贪玩，这条龙啊飞不起来，明白了吗？你问问你妈妈，你是不是挑食啊？太对了。好不好？还有什么？我想问我为什么害怕坐飞机。他想问问他为什么害怕坐飞机，明白了吗？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害怕坐飞机，实际上你不是完全害怕。当你坐上飞机的时候，你害怕只是一刹那，或者有一段时间。当然，当你坐上飞机之后，你会很兴奋、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你的前世曾经做过副驾驶员，曾经。你死的时候就死在飞机失事上，所以你很会怕死，听得懂了吗？他过去是个男的，但是非常敬业的一个男的。我看见他戴个大檐帽做驾驶员，坐在不是开飞机的位置上，是坐在边上，所以我就敢说你是副驾驶员，明白了吗？但是你虽然怕坐飞机，但是你对这些飞行的模型啊、什么东西啊、玩具啊，你都很喜欢的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所以大家相信啊，人真的有前世今生的，千万不要忽视这个观点啊。好啦，小朋友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能不能问一下我妈妈？你妈妈是吧？我看看啊，你妈妈属什么的？我是1969年属鸡的。哇，你妈妈这个鸡好斗啊！哎呀，脾气倔啊，厉害厉害！哎呀，过去跟一个人斗得很厉害啊，可能是你老公吧，或者是你过去的老公吧。你告诉大家，对不对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跟他冤结很深啊。是现在的老公还是？你看台长说的对不对？看见了吗？台长厉害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要讲的啊！现在记住了，现在的还是走下缘，我看到的是你过去的，斗得很厉害。可是我就结了一次婚呀。那就上次那次啊，离掉的那次啊。我没结。你没有啊？那你过去谈恋爱谈过没有？谈过那个很深的，差点结婚的。鼓掌。我告诉你，在命中当中，只要结婚之前，不管你结婚不结婚，你跟他同居或者谈恋爱，感情好得不得了，在一年以上，对不起，就算离开了。明白了吗？好了。你自己啊，好好念心经好不好？好吧，心中解疙瘩。因为你实际上虽然你心中现在觉得还可以，实际上你心中的疙瘩很多，你很多事情放不开，你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而且你要知道，你命中还犯桃花，就是人家喜欢你，你不一定喜欢人家。你看坐在你后面那个朋友已经在鼓掌了，人家都知道啊，你不讲我也知道，明白了吗？有时候来了嘛就来了，来了嘛善待，客客气气的，
人家也是你前世的缘分，也不要把人家赶走，也不要把人骂走，好好客客气气请人家吃杯茶，把人家送走，听得懂吗？好不好？那我想问您，我是画画的，我在画画上将来会有发展吗？很难。很难。你看看你画到现在，你说说看你坎坷多少，你说说看你能不能传上去，就说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画家。那我努力呢？你用不着我讲的，你母亲是母亲的命，你是你自己的命，明白了吗？你现在最好实实在在做一点事情，因为台长看你做工作很苦很辛苦，因为我看你这个图腾做很多事情都是在这么很认真地对着这么做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是两个手一起做的，我不知道，我用我画，我不是画家，你们画家是不是那个时候也要干什么的吗？对，我现在基本上没画画，因为都是在做其他的工作，但是我希望能画画。看见了吗？你这样好吗？你台长教你个方法好吗？你想改变自己画画的话，台长教你个方法啊、哦，你自己呢，先呢好好的啊，念念大悲咒，然后呢七遍大悲咒，念心经呢念21遍，然后呢念个大吉祥天女神咒，会保佑你呢能够转你的心意的。这个大吉祥天女神咒非常灵，好不好？然后呢你要念礼佛大忏悔文1遍，因为你过去有孽障。明白吗？每天都念是吧？每天都要念的。然后呢，你身上有灵性，啊，身上有灵性啊，你没感觉到，你没感觉到，你很喜欢发无名火吗？有时候很开心的时候，突然间一想就不开心了，明白了吗？要记住啊，你再不说，你儿子都说了，妈妈说的是对的，听得懂吗？啊，你说你妈妈有时候突然之间不开心有没有啊？你告诉叔叔。突然之间不开心，有吗？好了，你自己记住啊，你的心脏要当心啊，你的心脏，你胸闷气急啊，你现在干的活很累啊，听得懂吗？谢谢台长。